那像深蹲啊，我通常练深蹲啊，我的重量如果说不是特别在跑什么力量周期还是干嘛，通常我都是抓6到8下这个次数区间为主，因为这个区间呢，可以同时练到一点点力量，那同时又可以刺激到你的肌肉的肥大，所以像我们如果说你只做6下以下，基本上是在练你的力量，那对于肌肉的肥大的效果会比较没那么好一点。通常深蹲因为其实它的动作是很多关节参与的，所以它基本上下半身每个肌群都练到，但它着重的比例最多当然股四头，这叫股四头前侧，它还有屁股，臀肌下去的时候，你屁股要做稳定，还有外展动作，所以屁股会练到。所以你看，很多人会推荐女生要练翘臀，一定要练深蹲。深蹲是我们所谓的动作之王，就是它很多地方都会练到，包括上半身，因为你要稳定，所以上半身其实也会处理。对，然后还有你的腿后，然后下去的时候也要做离心的收缩，所以基本上深蹲全身都练到，但主要就是下半身的股四头。屁股的部分，对，那我就直接开始做。好，这样做啊，进来啊，你要先抓好位置嘛，对称，然后进来之后，夹背去背杠动作，站稳之后往后退，然后把我们的位置调整好之后，好，屁股先收好，先做一个把膝盖往外顶开的感觉。旋开感觉 ，OK， 做一个外旋的感觉，关节做外旋的感觉，然后蹲下来，起来，屁股往前跳，140，120，对，因为这一根就20了嘛，好，对。这个就已经内建了，对，你妈太棒了，我不要浪费。还是我以后训练都找你来好了。找我可以，免费上课，这没有不好。今天好像有电话，你去接一下电话。好，你可以接一下。换黄色的。对，假的。你要偷装啊！我个人的建议是说，你如果要做这种的话，尽量有人在后面看，啊，没人在后面看，那你怎么办？你只能借由这些辅助式的东西来帮你做。安全护杠的动作，因为你如果后来做不起来啊。哦，我懂了，至少它可以帮你扛住。对对对对。可是我必须科普一下，练健身啊，它的风险系数比其他运动还要小很多，因为它是当然，它速度是慢的，对，也不是速度，它移动范围。但它没有跟别人打嘛，对对对，不会有个对手出来打你一拳。对啊对啊。所以可能有一些我前阵子有听到有一些。老一辈人会说，练这个容易受伤，干嘛那么重，干嘛的压在身上会受伤？其实反而不会，因为你不可能拿一个你拿不动重量。是是是，对啊，通常不会。对，哎，好像太多废话，所以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进来了。进来了。然后这个就是，对，这个是深蹲，对，硬举，硬举吗？腿后，像刚刚深蹲是侧重在我们的腿前的发力，那这个比较偏腿后一点点，但腿前不可避免它也是会发力。像硬举啊，下来的时候，因为它是用手去拿我们的杠子，对，所以它是用手去处理的，对，下来。你会发现我屁股推得更后面，对，对，然后被打直。所以这个是对手跟整个肩膀什么都会练到的意思。其实他手不是主要训练的地方，他还是以下，他还是练下半身。对，他以下半身为主，只不过你的手，因为你的手要花更多力量去支撑，所以你其实对于上半身还有背部啊，整个背。他的训练的效果也很好，但虽然他不是主要是不是练背，但背也会练到。所以他这样硬举跟深蹲算是关联动作吗？就是练腿最主要的两个动作，他的髋关节推的角度，还有膝关节屈的角度有关系。像深蹲，你看哦，注意看我的关节，深蹲是
这样下来，嗯，它宽跟膝参与的比例差不多，哦，就是它屈的角度差不多，但是硬举你看到膝盖往前屈的比较少，哦，代表说我们腿后被拉的比较长，哦，它必须负荷更多的重量，嗯，或者更多的力量去把这个重量带起来，哦，对，哦，我懂，因为它发力的时候还没蹲下去，它是在这里就要用力，欸，它是屁股后推到这边，嗯，然后站起来，对，它是靠腿后发力，哦，对。其实硬举有分很多种，深蹲也有分几种。嗯，但我们这种跟肩膀差不多宽的，嗯，然后下来膝盖屈的，这就叫传统式的硬举。那像如果说是我们的膝盖往后推，就屁股往后推的话，这就叫罗马尼亚式。罗马尼亚，对，哦，那像罗马尼亚式的，他练到腿后更，对，腿后又更多了。嗯，那如果像是一传统式的，他腿前又帮忙，哦，所以他可以做更重。那像如果你做罗马尼亚式，你就不会做传统式了，就这样。通常我就会分选一种，对对对，然后还有一种叫相扑式的，打横杆像相扑这样子，哦，对，那是内侧跟屁股，对。那其实一般人就是不用说每个都练到，但是他可以交错的练这样子，对。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传统式的，比较最常做的，对。跟肩膀差不多宽，甚至跟你的骨盆宽一样就好。下来之后呢，背打直，一二三，站起来，再下去。哎，那像这个如果练的时候突然不行了，他要怎么办？放掉。但是有时候你要考虑到场地限制的问题。因为你可能放掉，你可能影响不是只有你们自己，邻居啊，嘿，像我这刚是做硬举，那假设有个动作叫划船，它跟硬举有点类似，但它就是维持这个位置，然后去做这个动作，拉背的动作。那像很多健身房，大型健身房，它有个器材，它是让你坐着就可以拉背。那这时候，就算你腿有很紧，你还是可以做这个动作。那这时候就不知道你到底腿后有没有问题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做些这些动作啊，自由式的动作，可以更了解你的身体欠缺哪些能力，然后有什么问题。嗯，对。好，看起来没问题啊。就是有理吗？我说看起来没问题，虽然就是还是会有进步，但也不会怎么样。你只要坚持下去，你最终想要的东西就会是你的。